兄啊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帮我拿一个铜条羹，谢谢。今天娃娃说要吃牛肉，让母亲想了想，决定来个葱爆牛肉两吃。我们先把半冻状的牛肉切片，这个很简单，尽量薄一点就是了。接着牛肉片切丝，逆着纹理切，新手妈妈可以像我一样用剪刀剪，切出的肉丝纹理路会呈现井字状，这是牛肉嫩滑的第一秘诀，切断牛肉的经络。谁呀？南北啦？你在留余地啊？第二秘诀，充足的腌制时间。我们用盐水浸泡5到10分钟，泡出血水，适当入味。清水冲洗牛肉2遍，洗掉血水。大师兄啊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帮我拿一个铜条羹，谢谢。现在开始腌制，老抽上色，小苏打嫩滑，白胡椒去腥，玉米淀粉起个保护层的作用，避免牛肉与稍后的热油直接接触而快速变老。搅拌均匀后，来2勺油，防止牛肉粘连。这样腌制15到30分钟。三师弟，干嘛呢？三秘诀，快火快炒，先放少点油，中火炒1分钟盛出。然后全程大火，先炒蔬菜，后放半熟的牛肉，最后放调料，翻炒收汁就可以啦。是不是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呢？
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两翅环节啦，中式的，韩式的，娃娃们会选择哪一种呢？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八弟女，我想包贵一点，因为十个点可以进了一个。再八弟呗，再八弟呗。龙哥，一下房子嘛，随便拿。手打过啊，能包着呢，搁这包吗？20斤，好吃，好吃啊。不太多，这可以一来一趟。大小啊，来了。哪个好吃啊？哪个好吃啊？生菜的好吃。你觉得哪个好吃啊？生菜好吃。你觉得哪个好吃啊？生菜好吃。好了，消灭战斗。